怪。听说最近这边有一些偷龟吧？迟到可能会成为难以弥补的大事，是不是呀，执行长？别忘了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连文斌，我不是易威廉。像威廉这样的人，有没有可能在经历一场大病之后，他的整个价值观跟个性全部都改变了？参谋，参谋，参谋！现在出去告诉全世界我是谁啊！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天和里这个 case 是早就定了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都不会改变他的结局。如果保住老家的代价是做个混蛋的话，那我也不干了。他送我去医院。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回自己呢？你不是易威廉，你是刘文斌。